我是公关列车团的110年，3320110年，然后我看一下几号，11月3号，然后台北捷运松安新线松江南京站哦。直接我说分总办就是天超感动了，哇，今天去的地方超开心。啊，真的满足的一天。今天52班车发车的是开往土松山。还有松山高原有刚刚时间，然后往松山那边走。你还是往这边开。Sorry。还有松山的高原有刚刚时间，有 C38 型54857编组。结果结果好像没事，有一个等下再过去。好了，下面嘛咱们就在中大中面，然后自在电脑帮忙。